大家好，我是同心堂的黄叶颖医师。各位女性朋友们，你是否容易觉得手脚冰冷，月经经期不定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经量越来越少，每个月都要受痛经的折磨呢？这些症状其实大多数都是因为气血不足、寒克包宫所导致的。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九级功劳红糖，可以有效地帮助改善这些症状，调理好身体。九级功劳红糖采用古时熬糖工艺，纯手工熬制，用甘蔗作为唯一的原料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。红糖性温，味甘，有祛寒暖宫、养血补血、养颜美容、暖胃排毒、调经助孕、改善手脚冰冷、增强免疫力等等的这些功效。女人啊，每个月的月经其实都会有3-5%的经血残留在子宫里面，无法排出，长期积累下去，容易产生妇科炎症、生肌瘤等等。喝红糖，温而补之，温而通之，可以活血化瘀，疏通经络，使经血排得顺畅干净。红糖其实并不是女性的专利哦，它其实是一种全民饮品，对于男性、老人、儿童都是有益处的。像男性来说，老红糖保留了甘蔗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男人时常应酬多，要喝酒、熬夜加班等等，喝老红糖能养肝护脾，帮助恢复体力，缓解疲劳。老人适量喝红糖可以帮助血液循环，预防心血管疾病和各种痛症，尤其在大病一场过后喝红糖，身子虚弱可以帮助益气补血。九级功劳红糖冲泡方法非常的方便简单，首先先倒一杯热水，撕开包装，搅拌一会儿就可以饮用了。